红烧排骨和那个炒米粉。这个是用红烧酱做的，超级简单，就我一个不会做饭的小白就能做出。正排骨现在还有活动啊，19.9发八袋，一袋可以做20斤左右的肉。不粘，漏水。一会儿直播这些都有啊，还能快递还能发3天。这米粉绝了。红烧排骨、红烧肉、红烧鱼、红烧鱼线都可以用这个料。最关键现在还有活动，还能发，平时发6袋，现在发8袋。这红烧酱视频下面有链接哈，姊妹们。你们再也不用担心挂糖色会糊了会黑了。然后这个是那个豆包，我的天哪，豆香味十足啊。一会儿直播来吧，这些直播间都有啊。